Yo todo el altar.你想蹭一下，蹭一下都是那盖来的肉皮的，是吧？嗯，切成，嗯，都切切成肉皮，你看薄片。找个烤盘。肉厉害，把肉厉害了。肥肉有块多，哎，那舌头，这都是猪头，喝起来都是猪头。那个小刀在哪儿？过来那皮吧。你也不能把那种把油劲儿给我拿少。我都盖上了，都全部了。先把猪肉热弄一些，然后猪肉没有。猪肉弄了。粘了，粘上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我洗洗去面粉弄。这个不装，还是不装？你得找了。倒出来了再过来吧，是吧？倒出来了，这硬不愣登的这个。你看这个叶子叶子毛是咋弄的？不得弄出来，我把这离了的算。嗯。这叶子毛，你看看，我掉好了，一会儿。过来把下来这豆。下回来都立了他，一个一个吧，这抱起。啊，这两头不套。猪头我塞不大。出来了，去了别也出来了，这都是舌头。谁的哈？嗯，一个大的，这个大的。这里肉是怎么弄的？那多了。他这骨干弄着圆着不得劲儿。酱切成大块儿吧。啊？长几辣椒？十辣椒。啊？十五辣椒。十五少呗。啊，那长完这一锅里头，长五吧。啊，桂皮，哎，那是桂皮。香一个。三四片白芝吧。嗯。辣椒。哎，好，咱是嘛，找那么多。长六七个吧。啊。从其实出味儿上。就这地方出味儿，放蒜呗。
七八岁吧，七八吧。炒成这黑乎乎的金黄色就行了，摘来吧。老成说长的差不多再搁长一点也那猪头上的你找那下锅上你用这个刀块那个这个刀块别管猪头啊算小你那个你看算哪要不然猪头二十多斤我这耳朵放心这一点也吧 啊好我现在是刚下班回来跟我爸妈今天把这猪头干挤了他现在煮什么来吧没撇开他我说你就往下捏捏他哎烫着那铁壶呗都在上面都在上面铁壶我说这开了我先添这个什么锅啊先添猪头啊哎烫的不行添那个呗那个俺们添鸡油不是肉了不要不要要不要够啊哎有多少肉头没多少肉头嗯你们还有肉啊猪呗猪呗捏住肉把核桃炸了加一麻烦这样是吧这猪头跟你不是下这个屋子吗？你长个眼，狗熊可坏了。嗯。还有屁股了？有嘞，有。今天我别吃这儿了呗，明天呗。啊，正文啊。嗯，正文，里边我先正文啊。供完、猪皮在里边那猪皮在里边有我知道四个角在外边这看红油捞猪皮了再接猪皮捞着猪皮了是吧垫两层本来上面再长点猪皮有吧有往上面长放完了挺少啊这回这个赶紧捞吧不好说好了吧我老板，呀，这，停，放这儿。我边上着，待会儿不要搁中间，搁往这边边上搁。别往赵阳，我压扁了。
这是放烧水。哎，还落石头。行了，这个猪头肉已经挤上了，然后是需要压一晚上，它才能出成品。